Ah, tá rachando. Ah, não.干嘛？连一圈的好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压抑跟不解，像是大 S 就痛骂大饼真的是太甜了。虽然也说一错再错的大饼很对不起支持他的观众，而同样也曾经因为吸毒二次被逮捕的大饼就说，人都会犯错，有些人成熟会比较晚，大饼呢应该是还没有准备好要犯错。大饼再次吸毒。好啦。好啦。干嘛？